伯川哦，在1956年画了一张孔庙，然后那个孔庙其实主要不是画他的大成殿哦，是画他的里门，还有里门前面的那个两棵就是婀娜多姿的树。那非常有趣的是，他把那个红砖的墙跟树呢，他是用他的心中的意念，他不是只是纯写生的哈，所以那个树是一棵蓝色树干的树，那旁边好像是一个灰色树干的树。这两棵树呢，除了姿态非常的蜿蜒哦，然后另外呢，它其实它的轮廓线哦也是用红色的，很特别，就很像在画一种书法性线条哦。那这个时期，它其实画人物画也是会有画出青白色的身体，可是轮廓线是红色的，所以这样的一些题材，无论是人物画、静物画或者是风景画，他都可以用一些他心目中的固有色哦，去变换他的一些特点啊，所以这也非常有趣的，让人家会去想象说，郭伯川这个时候他的特点就是在一些构图的动势，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色彩的掌握。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整个地面的南台湾的强烈的阳光的光线，它几乎是用白色去处理的，所以青红白还有一点点黄绿，那其实造成了整件作品哦，非常有趣的一个色彩的对比。那正中间那一道白色的门哦，几乎是虚空的，那我们观众呢好像可以随着地上的那一些蓝白的光影哦，直接走到画面正中心，然后穿过那个门进入另外一个艺术的世界，这是非常有趣的布局哦。这也是郭伯川他把油彩画在宣纸上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不同于常人的一种尝试之外哦，就是说在形式上让你有一种惊艳的感觉。郭伯川去中国之后，他就发展出来的一个特殊的签名方式哦，就是可以看到一个四五，然后还有一个印章一样的写一个帛，那那个都是用油彩画出来的，可是就是好像仿印章朱泥红印的感觉。那四五呢，不是1945，而是要是民国的纪年，所以你还要再加1911，所以这一件作品是1956年的作品，所以必须要看懂它的密码才可以知道作品的年代。那我们也可以来看看哦，他如果画太太的话哦，其实我们早期在1945年的时候看到他很早的时候运用大红大绿来画人像嘛。那现在要讲的这一件呢，是在1963年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他的印章式的那个帛的签名，以及他上面有那个写一个52，其实就是1963年的纪年的一件作品来画他的太太哦，夫人像。那也是非常简要的颜色，乳白、红，然后就是蓝色这几个，还有当然画一些就是头发是黑的，那黑的当然有加一些青色，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颜色，然后简单的几笔，就把夫人那一种刚毅而且温婉的形象给掌握出来，其实是一件非常独特而且优雅的作品哦。那如果我们再来看它更晚期的，它的粉红色哦就出现在整个的背景，他很喜欢画水果，然后画了台湾非常常见的芒果跟荔枝，把这样的一个水果呢非常自由的安排在一个他所收集的有像青花一样的画盘上面，非常简要的就是粉红色的背景，然后有红绿相间的一些笔触的芒果然后荔枝，再加上它的阴影，整个感觉呢就是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有趣。同样的也是它非常典型的签名的方式，那你们就猜猜看这应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60，就是1971年，离他过世之前前3年的作品。